没出啦，大喜。我还没选兵种，为什么有人死绝？哦，有人帮你拉兵种了。所以这个是有重生还是要重加？我有写重生，希望我没有写错。我写重生，希望我没有写重生。我有写重生，但我希望我没有写错。害你们不能重生。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中弹。我们没有工具包哈，还是车子基本上被打到就爆。是不会，因为 Halo 的模组是血量制的，所以你其实不会部件受损，你就只会全白的，然后了解你承受一定伤害，它就直接炸。了解。嗯 ，AT 为什么会有点滴？那个它是写一起的，你就直接拿就对了。你可以一开始就挂在身上，没事。上下，是啊。是说什么？他有医疗套件？我的医疗物资好像有点难带，我把弹药算了。对啊，为什么我有绷带跟点滴？我也有啊，我们求之不得呢。他军火库是同一套的，所以就不用问那么多。OK， 但是这些我都不会用。那你就放在车上啊。如果有用 OK 啊。啊啊，我没有带，我没有带啊。Okay. 啊，要带那个152。生物泡沫罐、泡腾片，没有，他要带，你不用。除非你想带，对。我不想。没有不想，你问了就是要带。这没有 GPS。微信军用 GPS， 操纵走不动。微信没有微信军用 GPS。蓝光在啊。他那个 AT 分那么多种是什么意思啊 ？AI 那个弹种是什么？蓝光在啊。有他，反正就是一样 AT， 是不在，然后跟反能源跟反甲这两大类。啊，太重了，走不动。我想问一下，如果真机掉下来之后，还会有真机吗 ？AFK，OK。不管是什么单位，就是都会亮光。因为我这次敌人是真的不弱。车主人呢？我在这边啊，蓝光刚刚在车上，我不知道现在下來。那个好，没事，看到下来。那个你们车主人的，如果哈直升机因为各种原因不幸没有把隐藏的固定式火炮给消灭掉，那你们可能面临的交战距离大概会在2.5公里甚至更远，所以啊，确保你们的视距有调高。那你们的车子的防护能力其实算蛮强，所以不要一直站着。去坦炮，一直就基本上不太会被击毁了，就是但是对，就像我说，不要故意去坦，但是你们生存性应该不成问题。嘿，不了，太重了。那我要怎么开车？我开车，我等一下给补 AI 给你们先。你们在编制上还是同一跟你们现在的步兵班是同一支小队，但我建议你们、那個，我知道我是所里，我懂你意思。对。蓝光，那我们就真机就先准备起飞去打固定式火炮。你有重生了吗？我们这次因为没有排长，所以我们平行式沟通。OK， 就是你们直升机就是尽量不要就是，对，因为我们没有 radio 可以跟你配合。啊，你没有 radio 可以跟我配合？你没有152？不是，我所谓 radio 是没有专门的通讯官。哦，对啊。石头，你没有操纵的问题。负责管理一下，因为我这边等一下要装个 AI， 所以我不会跟你们在同一个小队。好，我这边也是哦。那你们准备好了，我就交 AI 给你们。你先传一个 AI 给我，你先传一个 AI 给我。那我也要脱离小队嘛，对。对。
欸，我的体力条是有限制的吗？没错，但是你们多余的装备可以塞装甲车上面。你们可以塞一个军火库到车上，我就塞一个军火库在车上。那我有些东西我就不要带了。为什么我看到手术包？但是我会建议你们还是往车上单纯先塞点东西，因为那我可以用吗？嗯，军火库你不行用，你可以拿但你用不了。你可以拿来看试试看啊。哎，AI， 我随便找一个家吗？还是？没有，我拉给你。OK， 你不，我一个就好了吧？需要到两个吗？我还可以补一个车长，车长的点五零。哦，对。可是他们会不会自动射击啊？原来应该会吧？这样也好。那注意简报，帮我打开地图。那我们的任务了，我们是反抗势力的第一波部队。我们成功登陆了 Otis 岛屿的那个卡巴拉城。那敌人虽然几次尝试，但都没有办法把卡巴拉城夺回去，所以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要扩张我们的战果，所以呢，我们要向东北方的这个隘口推进出去。那我们目前已知探明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在。消失耶，沙侠。我。好。是正常的。好，没关系，我会不介意你的话。好，那敌人的防线就是以探明的第一道防线哦，就是蓝线的位置。那敌人在这条蓝线上哦，部署了就挖有壕沟、水泥碉堡，然后可能有藏起来的，就是埋入半埋入地下的那种那个战车之类的哦，所以你们的任务。也就是直升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替地面部队拔除这些非常有威胁性的东西。那蓝光，你的任务，你们不用说全线一起进攻，你们可以随便挑蓝线上的某一个点，就假设说，比较北段的部分，你们就集中攻击那边，然后再横向去清理剩下的部分就好。但是我反正结论就是，蓝色的防线上的敌人都要被消灭。嗯哼。但是个人认为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们两辆步兵战车去攻击一个地方，然后再放步兵下去去清壕沟的。那随后清理完第一条防线之后，你们要继续北上去占领两个目标区。那两个目标区都是我自己盖的建筑，就是不会是准的。但是就是那个不是有圈圈叉叉点吗？他们是刚好压在建筑上面，所以你们就是清理那栋建筑，这样就 OK 了。是，那过程中，如果你们有看到敌人的，就是因为我很明显，我不会只有盖这些防御工事，你们有看到类似大型的防御工事哦，就是一样都派步兵进去剿灭，再出来的。那沿途的房子也会有敌人吗？通常不会，所以沿途的房子你们就不一定要进去清理，除非你认为有必要。狼，我问一下，你的那个。飞机没有办法改派龙是正常的吗？应该不正常。你有工具包吗？哦、他是要工具包才能改，是不是？对，如果你没有工具包，我先省一个给你。嗯，那你可以顺便给我一个背包吗？不然我身上没有地方可以放工具包了。好的，哦，不过我有帮你改过派龙了，上面是高爆火箭。没有，我想把那个武器就是给武器官，他现在都在那个驾驶员。我记得我是都给武器官，那我帮你改掉。没有，因为我想确认一下他身上有什么武器可以做使用。好的，好的。哎、欸、哦，他没有读到我一开始给他设定。好的。不然你把背包跟那个工具包直接丢在卡车上。对，我丢在卡车上，真的。好，看一下要工具包才能那个。嗯。吕布，你要打北段是不是？没有，我只是先标可能会经过的点，然后比较危险的是，看一下啊。南段的话是有 R 一一那边。没有，先确认几件事情：是黑空区范围外不能出去的人，应该是。不啦，哎，黑空范围外是不能移动到，应该这样讲，不能移动到黑空范围外的人。没错，那敌人也。几乎 99.9% 都在敌那个黑框范围内，那黑框范围外的敌人会有少数的敌人，但是那个就是交由直升机去摧毁的。而且，
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 0.0001% 的那个火箭筒会部署在外围身上。没有，对啊，那个就是固定是火炮会部署在外围身上，但就像我说，哦，那个主要是直升机的工作。那直升机不幸没有发现那些火炮，不会说一发，然后你们就直接。等一下，如拉，你讲边讲边跑，我们听不到。他跑去哪了？我不知道。跑去哪？如拉，你刚边讲就跑掉了，我们没有听到后续讲什么。阿仁呢？哎呀，靠腰，我按错了，等一下，我把我弟抢回去。阿仁呢？他把自己传走了，难怪。我想一下哦。好，很明显，我在宙斯状编辑，我在宙斯状态也会触发大跑。但好，我讲到一半，那个你们的。载具的防护性能至少我自己是蛮好的，就是不会说敌人第一波打击你们没有看到敌人，然后敌人开一炮你们就直接炸开，你们都还有时间去反应跟容错去找掩体干嘛的。然后那个蓝光那边后面这四辆的那个自杀战乱车上驾驶座，然后开到目标地方按左键，然后他就会炸开了。那你看你要不要指派人家去开，没不指派也没关系，不影响。我觉得不要吧。就对，那个是炸防线，蛮有趣的。我感觉是弄错，你懂我意思？就是那个叫什么？他死掉了就重生，然后我再把他丢到前线。我觉得后面的补充兵你可以直接指派，然后叫他们上自杀战车到前线找我。那应该说蓝光还是这样好了。那个自杀战车让我们去对付建筑物类型的东西会比较好。我是说后面如果补充兵就叫鲁拉他们开过来前线，然后我们再叫那个补充兵再去运用嘛，对不对？对啊，他们就是可怜的平民。什么叫可怜的平民？就他们不用整装，叫他们直接上车自杀完，按照为我们光荣的使命而做出了付出要贡献，对。嗯，你不觉得打南线还打光？我先跟你说一下哈，那个防线我们要假设它非常坚固，因为毕竟是 UNC， 所以我知道。对，所以那个用建筑物当掩体应该是 OK 啊，可能我们最好先到 N 零点那边有一个矮坡，看能不能先派步兵先去观察。我是想说直接到 R1 的后面欸 OK 就这一块有没有、我这一队人比较少啦、我这一队基本上也变成只能像随车步兵一样行动没有、真的要说你们本来就应该当随车步兵行动是差不多的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是说两边都是六个哦，所以我在想你要不要直接到体育馆，然后我觉得体育馆好像有这个看台吗？忘记哪一车不是有看台？没有他在经过这一段途中会被 R2 东侧的防线看到，那边比较危险，所以我必须要先在 N0 点先带。那我就先开到 R1 点后面，然后我让步兵下车到 R11 先侦查。Okay 啊、R11 那边是一个小高地。Okay 啊，因为如果有办法把东边的东西摧毁掉，北边的话我才有那个视角遮蔽移动到 N1 点。我觉得在现场再看一下吧。对啊，说不定还有更多更可怕的东西。对啊。啊，我这边统一我的标记点都会用紫色，然后敌人我都会用红色。哦，我用蓝色。OK。OK， 鲁拉那个医疗兵回报，他们没有线杆。线杆？啊，等我一下哦。OK。感谢。啊，那个最重要的鲁拉，我们中间如果弹药打完的话会有补给。没有，你们军火库可以直接装上车，我不是放了九个军火库、我是说车辆弹药。啊，车辆弹药可以，我会补。因为我原本预估人会更多，排布我又给那台物装，它就是维修燃料弹药，维修燃料在一起的，了解。对对对对，但没有人去开它，我就再帮你们。蓝、okay. 光这边空弹，我们出去打坏人了。你那边刚才指令下达的是叫你负责清外围，你看一下外围山上有没有火炮，先清一下。没。这台吗？哎，对，第二台，第二台，什么东西可以操控？剩下你们是一队的，对不对？对 ，OK， 你们一个人带队，然后上我的车，然后我看一下，这是一车，呼叫二车，那个蓝光你们33是几平啊？这边33平，但是你那边自己再调一个平。了解。然后你的 AI 好像没上车、我还没叫他上车啊，他已经开始被打了。
哈哈哈哈哈。OK， 那个小红，你是不是看了一道闹钟？小红，小红。OK， 可是这箱里面没有现金，所以他才把一。Understood. Waiting. Ready.一堆一堆，有人收到吗？收到。一堆的人集合好，找一个人带队，然后上第一车。好了。蓝光回答。我们要先侦查。啊，你负责控制那个，他去撞哪里好了？我有收到。这一车我有收到啊，不过他的无线电也是在一坪嘛，一五二的话。应该是。可是像我这边没有听到空空单位的声音。要找我吗 ？OK。他刚才是鲁拉，鲁拉说他可以空 AI 去撞。不过我先叫阿姨你哦。收他。来一车，准备好就上车，上车完跟我说，然后告诉我你谁带队。你们任务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帮我开，帮我做侦查，然后保护车辆不要被摧毁就好。OK。我第一次发吗？这一次一车五开始出发前往内环，全车带零件。动力，你这两天有带吗？啊？你是要带队还是你要？你是要开自杀车？我就是在吃大一杯肚子，我怎么？找到敌方东北方向防空车打击，收到。
到东北侧，东北侧有看到一个固定式的防空炮，确认一下距离。你帮我打掉他一下。距离2822，我距离太远挡不住。你有脱饰之类的吗？他有。有吧？你应该有脱饰吧？收到，我尝试射击脱饰一发，有收到吗？确认确认。你看你 F 可以切换，有看到、哦、Hit， 它还有攻顶哎，是数不到。指挥官，那我自己说看看喽、哦。兔子有个问题问你，完了。我刚在搂那个装备箱的时候装到车上，然后刚刚现在看车上都没有那个装备。啊、这一支女仆会叫蓝光，我开启了雷秒，你可以帮我试试看脱饰锁不锁得到啊？你要看一下，看一下，等一下你要下车看一下，我下车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打我们？嗯？哦，里面有。有吗？有。试射一发。哦就车子里面看不是的，对，要从外面看。女仆，这里是蓝光，有确认到我在打击的目标吗？确定，我这边射出了，现在在等待命中。他已经被摧毁。应该看到命中，命中，命中。这一次一车回报，摧毁一台防空弹。三几？一瓶。OK。这一次一车回报，我们这边33一瓶，有收到吗？有确认。然后兔子目前是石洞带那个步兵小队哦。好的。你要问一下女仆哦，我不知道我这边是坐满的，这车是满的。这一次女仆回报，我这一车也刚好满了。这一支一车呼叫蓝光有收到吗？有，这边是蓝光确认。M1 点帮我确认一下 ，M1 点附近没有东西，对不对？我步兵刚下车，我再帮你看一下。76方位发现。目前 M1 点方向没有看到东西。我在76方位有发现一个像敌军阵地的东西，我想办法标记出来。麻烦你标记出来，我看可不可以帮你打击。他被揍了。还好我的位置比较矮。直接高歌离席。我看到一个战枪是战防炮的东西，可是他感觉被摧毁了。然后距离2742，方位66，方位66，正前方这里右前方。大概在方位47，46、47左右。
杀手是不知道那个被摧毁他们刚才被 AA 打啊，这应该四六四七有没有帮 AA 这边是装甲单位呼叫空中单位对那个在区域外我是不知道是被敌人火炮打到还是怎样我车子一直在爆开有点可怕马确认方位吗不知道不知道方位啊我这边就一直有东西打过来我有看到一个异光弹从我有看到异光弹是从平面的过来注意一下说不定是从平面打过来的那个好像是在远处六六方位那个就在拐弯哦哟看到在六三在六三左右敌方有战防炮、欸、Medic Medic Medic 升级持续动力准备破枪这一次地面单位有标记一个 Cannon 的位置为敌军的那个军舰炮固定式军舰炮无法确认它是否被摧毁哇我的飞机是不是掉了对掉了 OK 我要往前推咯蓝光你还 OK 吗没事，我没事。我这边要推进到 M1 点，有收到啊？确认。这一次将通到 M1 点。我这是步兵单位回报，你配合点那边有敌方的单位。动摇的。通。找你们好爽还是叫他开到 OB 叉外去双剑组不要先开玩笑开玩笑没人他、oh, no. 我问一下开炮是有敌军啊哦被开炮军都是敌军都打烂了发靠谁被打烂了被打烂了撞到枪口上谁被打烂我现在在工厂的 IFP 南边那台我的选择是正确的看一下哦看那边三八子还有动画地吧体育场比较不适合有啊左左上方对对对没有我怕你们侦查我怕会被干爆对反被干爆就会开始刹车你们有谁对自己的侦查能力有这有一个东西打我的路交给我吧兔子，兔子，你帮我带一个人下去，然后侦查一下附近那个山上有没有固定式武器，有话帮我标记出来。OK， 佩达过来。啊，收到。嗯、这里是移车又超收，现在在观察中。那个，你们单一排吧，好像有。有没有看到那个炮尾烟？但是我看什么？我找不到 M1， 我只看到 M1。在方位有个帮手。OK 啊，爆了！一百方位有个邦克，收到一百方位。M1 点在哪里？收到。体育场西侧体育场。这里是一车发现敌军邦克，开始交战中。在这这回报，敌军要打目标了。有确认到爆炸烟吗？这边有一个敌军邦克。我的角度都被树挡住，所以大家看不到。收到。
有办法帮我标记那个邦克的位置吗？我叫你0571515715，有一个 AA 点，那个地方的那个防空、防空、防空气炮。收到，这一次收到。好，等你。这一次一车呼叫二车，帮我确认那个地图外方地图坐标0571515有一个 AA 点，你们那个位角度打得到啊？我这个角度被视线被遮。车辆左前方体育场的左侧。上了体育场的西侧，有一台地方车撞那个。目测到，准备开。那是我，不要激动。收到，那个小心哦。来了，这个是。能量已抵达一万。总运兵，运兵。从你的左前方，准备靠近。再跟地面单位确认一下，地面单位有开启雷击吗？我们。这一次一车回报，我将雷子关掉了，有收到吗？阿斌，这一次一车呼叫空中单位，请注意一下地图黑线外东侧坐标0761158 K 农的位置，有敌方的固定式武器，不确定是否被摧毁。到时候我们会慢慢先打掉对方的比较近的固定武器。我不确定我这个标点对来讲，再标一次啊！我标在那个地图上面，我不知道那个位置有没有没有这个字。你告诉我什么位置？邦克点吗？就那个邦克位置，大概是也是吧？看一下，好像不是，不是吗？我现在这个角度看不太到。哎，吕布。哎，小欧。没有，我不是小欧，我是闪亮。好，你是闪亮，不好意思。大概。对，我把车子开过来，就在你们旁边。离我远一点，那个东西是自爆车，所以。那我要先加你们队吗？好，你先，不是你加步兵小队，先不要加我，因为我这边有 AI。步兵小队就是，哦，你说我加石洞他们是不是？对。好的。有看那台装甲鱼吗？兔子询问一下 Here 点 ，Here 点有办法推过去吗？定个定，我建议你现在。石洞有收到吗？啊哈，全下啊、哦，算了，没关系。那个兔子，你们帮我先想办法前进到 Here 点，如果遭到攻击就后退。吕布这边是二车，我即将靠近 Bank 点那边。遭到攻击。收到，先后退。好，这是一车操作。SP1点，现在安全的。收到 SP1点，目前安全，我将车辆移动到那边。对 ，IV 来讲是安全的。我，然后在他的正中方有一个他的一片，我要一片，我会标记给你。然后我那台车只要车前方在这吗？没有，你开着它，你先开着它，等一下我。你稍微停一下。等一下，我要先到原点。南段的地方正确。我们自杀车进去了。否定，我的自杀车还没有进去，我的自杀车跟到我旁边而已。因为我刚才这有台自杀车，我先从可以上来。收到，我现在在 P1 附近。走的变化可能超出黑线，然后绕那个。反应是装甲吗？对 ，APS 系统还在啊。你不会不用要先下车，这样子，简易就是我们一直炸死的风险。等一下，没有，因为我已经派一部分步兵下车了，我怕全部派下去，我才会出事。等一下，先，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到那个作战那边。放
先闪开，先不要动，先不要动。我要下车吗？好下，好你们下，下车下车全下车，好。先下车，上我的指挥官有收到吗？他说那个，我们目前被敌方侦线的那个防空方压制住。方位。方位四五。收到方位四五。跟着方位五九方可。怎样方程？
上的 NE 方向一点。上车了吗？上车，上车。好，帮我看方位40，方位40，上面的固定式炮台还有敌人在吗？请稍后，烟雾，我要切一下。的话会经过敌方火线，建议 A B 3，建议从 A B 3前往 A B 3。射击位置，射击位置有看到吗？比较空旷，有一些夜的。没办法，现在都是烟雾，我看不到，我已经切。切热成像那些看不过去。我这边烟雾已经散开了、哦。我这里都还是烟雾。前往 A 等一下。A B 一样 A B 超收。建议快速通过。再立刻执行吗？还是稍后？立刻。收到。来吧，弟兄们，冲刺吧，跟我来。看到了吗？三四三四二三零方位。四零方位有看到吗？目前没看的，目前没有看到的。那个固定式机枪塔上面还有是否有敌人？帮我确认一下。为什么我看不到？四狙吧。好，我往前冲。可能是被树挡到，我看不到固定式炮台。然后我西域前往在中间，然后西域的人继续前往在中间。我操！做掩体。为什么我没看到？太夸张。就失去控制，不然嘞。OK 哦，还是我们直接开炸弹车冲上去。我刚刚想说就是，我刚刚在想说就是我最后一个，没，就单纯失去控制了。就我要绕过你们的时候，它就爆炸，车子就伤害就往你身上飞。好 ，sorry， 好，没差。谁倒了？那算了。反正那个真的没办法。只是我的队员跟我说他什么都没看到，我不知道是视距的问题。我的角度了。你们先上车，先上车。我们开到前线，我再交烟。OK。雨波还在吗？对，在基地。我的小队被困在阿法一之物的位置，正在跟敌人交火中。你们那边有办法提供支援吗？昨天我这边阿法一之一，我跟你们中间有一个方克，然后那个方克里面有大量的那个载具。比较麻烦的是，有一些方克里面的固定式机枪，我怎么打都摧毁不掉。我也是。我单位从反战上发标记方克位置，让我进行打击。
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发现这边是二车，我们正在从事拳击。我是那个，可不可以就是直接打远距离呢？没事，就是用火炮先打远距离，不然的话我们邦克一直进不去，然后我们就是堆刚刚就是在帮你们打远距离啊，只是我要找掩体，我边打边前进，然后就被敌方冲锋炮打。对方单位不是 EP4 旁边在大帮克，我们先打击。因为在后面你说远距离打，我看不到东西啊。靠腰，我认了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不然你现在开第三人称看，你看前面有什么东西。好了，我 OK， 你们这边下车，先去找兔子他们汇合。靠近到AP 四那一边。了解了解。敌方右前方大概在方向找的没错，但过这个方格那里靠近到上面还有一点这个通信墙。这我们用建筑物特进过去，不然的话我们从 AP， 我们进入 AP 附近，然后直接从蓝色他们从高速从北向从蓝色，我也比较好打。好，跟他们站在对面打。都用。上车了吗？不是，他刚才刚在前方，不然的话会被吓。
差不了。打不死，这是一车回报。欧里去，请问一下，我们有天蝎号吗？有有有有，收到。这是一车回报，那个我们在阿法万，绿色阿法万的位置下车，并在苏星号空中，请勿误击，有注意吗？对了，我们阿法是一之一也在苏星，然后伤员伤亡严重，我们这边损失突袭一名。好，可以啊。向东肃清，作品。OK， 向东一路肃清，东南一路肃清，移动到阿法一之一的位置 ，OK 吗？肃清完之后再回来跟我归队。稍等，目前我们在被敌人守在炸场一点，目前正在进行医疗。收到，那所有人守住。收到，所有人守住，然后两个人先将防线稍微扩大一点。而且我们会向西南进行，东南进行部署。收到。单位，我们刚刚感受到敌方雷达，我们会扫一下敌方雷达的位置。还没进邦可对不对？还没，慢慢帮我们，分分析了。收到。是我们一个多一小时先进邦可。对啊，快好了。想要不要抽他钱？敌军投掷的白色烟雾，先等烟雾散去，再进去。有谁要对我点吗？可以带你进去。我进去。再等一下。
辆车是往后退的。哎，确认，因为我这边收到 DJ ATG 从北方射过来，我先离开射击点。确认下场上游友军单位在求我吗？否定，否定。干打不爆，怎么打都打不爆。这一次地面单位回报那个这支一车，我这边被击毁了。然后敌军有一个 ATGN 在邦克里面，然后他长得像固定式机枪，我这边怎么摧都没法摧毁。他的方位应该是在哪一个是什么？在北侧一个白色圆形的大型邦克里面有收到。那个小型炸弹。到时候我大概30秒后，我大概1分钟后进场，你有办法给烟雾弹吗？脚下小型炸弹没有啦，那个是那个。这是一车回报，我目前待在基地，然后那个绷带的功能。该邦克位置不在蓝线上面哦，是在更北侧的地方。波女波，波女波，跟你的步兵单位讲说，我这一侧步兵单位的方向方向移动。卡针，我们去邦克里面，不是这里。能量带头向西南东南的邦克区出去。邦克内我们已经清完。那个叫什么好怪、啊？等我们一下，这个邦克有点深，我们要一点时间出去。炮子出来了，炮子出来了，不要再摸了。我刚刚在摸，这是地面单位乙车无交工单位，方位三，反应就大一些，距离1095，用雷射标记，请帮我确认。他说，有确认到雷秒吗？确认到，属于大几？兔子还有需要向东南，好吗？向东南，好吗？对，继续，好，收收。说我打的那个方向，否定。贝利夫，我是装甲。什么是你是装甲？
才去有没有拿 B 点？你叫我去邦格的时候，我越想越不对。对啊，不不，你去邦格，你去邦格找兔子他们。我找他，但是我跟鲁拉说我要装甲，我现在是装甲，换装甲的装备啊。OK， 好，没问题。那鲁拉这边还是你要去妮塔？没，你帮我当炮手，你在炮手吗？问我打方位三一，方位三一，敌军的固定式武器，然后注意，对，下车吧。看到了。我已经舍不得哎、欸。这里是地面单位呼叫公共单位，成效非常差，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生龙活虎。那个帮客嘛，也没什么方式啊。打下面的，上面的已经被摧毁掉了啊！对，打那个对面，应该也是被掉的。OK， 他还是活的。等一下，我等。我谁打的？进报告，进掉吧，进掉吧，说单位进掉吧。看不到，这没关系，交给天杰。然后呢，我把你让你的步兵改搭武装的运输车。在这里，呼叫地面单位往东侧移动到阿法144的位置，在阿法144的位置，那个车辆在那边。对，我要换车吗？先让我们等三十。先不用，先不用。然后你们准备好就可以移动了，这样我先好三东西。OK， 收到。那边有军在前面。等一下，那个炮塔有问题。先不要开火。再看没有炮击了，立刻前往阿法一四四，向东前往阿法一四。看对方射标枪，操你妈！方哥里面有导弹啊！我刚刚说了，对他也还会攻顶，所以超危险。然后没有效果，真是很讨厌，你知道吗？太迟了。先上车，完了的话等下一题。鲁拉大道。应该。蓝光有办法帮我确认下一个移动到哪里会比较好吗？我们要向北京吧。对，我也要。我知道上一车没错。确认。那我沿着主要道路前往 N2 点，有收到吗？不动，接下来过来。要先打右边，不先打工厂吗？没有，我要打工厂啊。不过我因为那边有一个小矮坡，可以拿来当掩体，我再从那边朝工厂做攻击，不然中间全部都是平地。那还是我就转那个支援单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吗？谢谢。你要怎么支援？那我现在是坦克啊，我没办法。怎么着？我没办法去转这边啊。后面有一台那个，你有看我后面不是有一台四驱车吗？收到，改成。对。你可以帮我改去开那台四驱车。你直接把两个步兵去撞那个工厂吗？不是回来了。那个撞工厂吗？对，那个是 I， 那个好像是自杀炸弹车。不用。你说刚刚看到那个兔子现在有回来了吗？对，没错。兔子回来了，请说。他有带148吗？你直接叫他转步兵指挥，把两队直接挪成一队。不行，他等一下有事会离开，所以他没办法指挥。你那队步兵指挥是谁？目前是 Stone。卡车，那个你知道你那台要怎么引爆吗？这一次女仆呼叫鲁拉，那个可以提供，我这边要提供卡车教学如何将车辆引爆。求解。开到你要炸的，就开到你要引爆的地方出现。了解。卡车。我可以询问一下，给这两台是要引爆的，卡车要给我当兵啊？一台运兵，一台引爆的。两台长得一模一样。卡车有收到吗？是一边运兵一边引爆啊，33，人数越多，爆炸的速度不小心给错了，但他要开去前线，我也没意思。OK， 卡车，我跟你说，你冲到直击地点按左键，然后你就可以去英灵殿了，有收到？收到。这里是一车回报，我现在要前往 N2 点，有收到啊？确认，你先移动。
我直接出发吗？对，直接出发，路线你自己规划。往工厂的方向慢慢推进，有收到吗？工厂的方向哦。哦，我们已经抵达终点站旁边了。有收到。二队，有收。二队队长是谁？萝卜。萝卜，帮我前往 N 七点，占领 N 七点 ，OK 吗？稍等，大家 check 地图。小队往 N 方向移动，前往 N 七点 ，N 七点占领完，前往 N 八点，往东北侧做警戒。收到。萝卜出发。询问一下工厂附近已肃清完了吗？还是还没？那你们在哪里？PC
I'm running. M8点高速，我那个 A7点，我在尝试拿下，我在尝试拿下。收到，我现在在 A7点的北侧，注意一下，有敌军坦克炮是从东侧打来的。防空兵到位，谁到了？这医疗的，这医疗兵的可以打一万七千分。留医务兵就好。OK， 好，医务兵留着，其他所有人跟着我。快点，快点，快点！这里地面单位呼叫空中单位有收到吗？请求攻击科雷区域所有建筑物。这没到吗？没，都到的话我就要走了。你的无线电声音有点杂，可以重发吗？小队说：“我现在稍微集结，所以医疗兵一万，稍微集结，我们要继续前往东京。”蓝光询问一下，我这边听到 Marshall 的声音有点杂，你听得清楚吗？根本没听到他在讲话。哦，我知道，我不能用到很深。OK， 好，这边是 Alpha 四指挥，使用黄蜂进行运输，机上音乐补充兵，小欧想确认下有离位置。N two 点 ，two 下面。是叫那个科雷是指那栋大建筑，那栋建筑吗？我返回，确认叫惠斯栋。要见机炮。打击科雷，除了目标建筑物群外的其他一般建筑，想办法搜寻敌军火力点。
验单位现在往东北侧科雷走，先移动到N9点，缓慢推进，跟正快速推进，快速推进到N9点，我们目标是拿下科雷那栋大型建筑。好，风二停止攻击，收到吗？火力打击，掩护兵单位推进至 N9 跟 N4。护兵单位有超收吗？女朋友该说什么？所有车辆掩护兵单位前往 N9 跟 N4。确认，确认，我知道，我已经在打击了，确认。收到。护兵单位所有人前往 N9 跟 N10 攻，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一栋那个大型建筑，所有车辆跟攻单位掩护你们前进。这是一队，我正在前往中。收到。OK， 车辆炮击再延伸，打远一点，不要打到护兵。后退，我要将这那栋建筑物摧毁。其他人继续带头，那个医疗兵。不要停，Go！继续推，直接冲在 M4。攻单位跟车辆注意，有军在 N10点，N10点都是有军，有收到。我身受重伤，我要提前先预料一下。可以，一定破了。进过了，先进攻，受伤的先楼下。车辆帮我警戒外围。我现在已经盯着那栋大栋的门口了。了解，地面单位有受伤的话，建立医疗站，剩余人员继续攻击建筑群。
建筑物了吗？大型建筑物。这里是三辆机动已经阵亡，目前我接手。推进推进，进入建筑物扫荡他们。好，说了，我已经进入建筑物。能量已带兵进入建筑物。所有地面单位进入建筑物群，据说扫荡，有收到吗？好，收。那你在地面吗？对，我在。我在你后面。这次车辆呼叫其他公载局跟地面单位注意一下，步兵单位现在在科雷的主要目标群做疏散中。车市场跟单位回报，我车辆在建筑物的东北侧外围。快进去啊！你们在等什么？快进去！啊！我坐在那边。有孔又杰啊，友军。友军进入了，友军进入了。OK。有医疗吗？有医疗吗？那个刚才那个有一个步兵来，是我的车开了。收到，注意一下外围还有零星零散步兵，小心被偷袭。要不，然后把他偷了。蓝光外围还没肃清，所有人都在这主建筑里面扫荡中。我刚已经肃清了，我肃清一轮了。我外围旁边帐篷那边。哎、欸，医疗站在哪里？没有，就在这里，不要把它搬走，就在这里。啊，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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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医疗兵，把它丢到空旷处干嘛？你也干？去找医疗兵。没有啊。这一次你服务叫医疗兵，医疗兵。医疗兵收到，请说。弄到底。来，医疗兵在 CC 在一楼，一楼的入口处建立 CCP 站，这边有人需要医疗。入口在南侧，南侧。那个东西用。上面肃清了吗？还没。撞到地了，还没。应该。往后拉，剩下人继续推。这个交给我来，剩下人继续推。好。好飞到门是飞翻哦。对。那个是敌人，那个是敌人，那里面都是敌人。手榴弹、火箭筒射进去。闪开，闪开，火箭筒！干你们三人！他射回来，我怎么他射回来？什么射回来？人家先射，人家比你们是你们动作慢。下一个，继续射。再来，继续，继续。雷漏雷漏，来换我！不要再在框框处雷漏，先射！雷漏雷漏！没有 A， 我有 A 一的，你要不要？用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丢进去！我丢了，我打榴弹，打榴弹。好。好，等一下。OK。我帮你用一下。再发。你等装备打。我数到三，所有人冲进去，准备好了吗？准备。三，冲啊！
直接转变。我的人是冲啊，为了独立冲啊！各位大同路，好，你跟着，你跟着，超大感谢。冲啊！进去，进去，进去！我们不收俘虏。啊！我需要。这个雷上去了。别动，别动。OK， 有人受重伤的，去一楼，去一楼的医疗站那边报到。有军，有军，有军。有军有军，你有手榴弹吗？没有没有。那个拉不回来了吧？有个坏分子躲在一个护盾下面。这个后面有一只啊。OK， 就交给你苏青，医疗我来。这边救了。他被干掉了，他打死被打死了，笑死。你不是那边有医疗兵吗？医疗兵，我叫他们在一楼。一楼 OK 好。医疗兵，医疗兵，你现在位置还在一楼吗？我在一楼。了解，这边有伤患要送过去，那个一楼 Marshall。嗯嗯嗯。撤到。哎呀，不行！啊，后面好混乱。